你看一下，这现在妹子是打开了。喂，你把它关了以后，你看把门关了以后，你再摁 F2 就可以了。你如果说，如果。我说你换个位置，看到，然后你 F2 打标，你看，但如果我开门，你看，碰错误，这个就打了一半。